那你等一下，就是唱自己的歌的时候，你要站到前面。就是我自己的歌，我站在前面，但是我跟他合唱的地方，我还是坐他旁边，然后还可以偷看电脑屏幕。很怕晃，很怕，很怕，很怕，脑子不好，怕怕。耶、yeah, ，休息，走。好。中华地址，没事。差不多，我不会，我先过了。你也是去做耳机是不是？我没有做，我是先买的。麦克风开了。喂，喂，好。你会带琴？我不相信，我就喝了。就是你就喝，我就要喝，就是那我们讲叫你喝的那把那一句用掉。我要送你日出，我的笑脸。我要送你日出，我的笑脸。日出落是哪一个部落？我要送你日出落的爱恋，日出落的爱恋是什么？到时候经过去，要绕大圈。好，所以我们会自己到那个前板点，还是有人会带人？声音吗？我刚刚我的部分已经结束了，然后现在我去发廊装发，然后晚上就还会回到这个林采欣包厢。走去发廊。装发完成了，然后呢，刚也吃完了一点东西，马上呢就要叫车前往两厅院了。现在我已经回到了剧院了，然后呢在后台 stand by。 现在我出现一个大挑战，在跟卜奈合唱的中间会唱到我的可乐嘛，然后那个时候会故意用一个比较特别的腔去唱它，然后后面卜奈会请我邀请我呢唱一段就是我的版本的可乐，我就改不回去了，我就一直唱成在表演中的那个腔，所以我就很怕我等一下在演出的时候不耐让我唱那段的时候，我又把它唱成不是我原本那个版本，所以我现在花点时间练习，我等一下呢就是希望可以在这两套表演中不要混淆，一定可以完美演出。太雅族，是不是很像太雅族的？
因为大家说是集美那一句，啊，集美上上不顺，不特很多。但是上一张叫做《有心寒》，大家支持一下好不好？真的很好听，真的很好听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拜拜，大家拜拜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我刚在台上呢，我觉得比我想象中表现的好，因为我本来很怕我会忘词，然后也很怕我在唱可乐的时候要唱成不耐版本的，就好险刚刚都没有唱错。然后刚刚台上喝那杯酒是真的酒，所以我现在也有一点点头晕，但今天非常的开心，可以收到不耐的邀请，也是第一次到两厅院表演，好开心哦，是不是有点喝醉了？先这样咯，很开心，拜拜。刚刚忘记说，不要忘记要怎样订阅，要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。你快乐